你去钓鱼啊？嗯。你还有一年就毕业了，学费不是不用钱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要煎鱼，你要吃吗？我不用。哎，帮你妈妈也煎一条。这几天来钓鱼都没看到你，你住附近吗？是啊。你呢？我住南屯，就我跟我爸。你妈？她上天国了。他们啊是以甘肃取胜，跟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带我们的。凡事都要趁早，晚了什么都来不及。你病了吗？没病，是老了，水里有他的存在，也有我对他的思念。